就是刚刚在市场买回来的岛瓜鹤，学名应该叫做龙头鱼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、经济又美味的潮汕小吃——岛瓜鹅螺。洗干净的豆腐鱼，来把龙骨去掉。其他的肉就可以。切出来的肉片，再把它切成两段。加五勺的面粉，打入鸡蛋，加一点盐，少许的胡椒粉，加点水，边加边搅拌。好了，刘经理就可以来上锅煎。香味都出来了。豆腐鱼很容易熟了。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，非常香的。放点香菜，跟吃蚝烙的酱料一样，鱼露、胡椒粉、调匀它。非常的香，5块钱的豆腐鱼，一个土鸡蛋，还有几勺的面粉，一盘经济又美味的